怀抱森岛和文岛的美丽的青林小沙丁鱼海岸。2013年这个地方蜕变成青林小沙丁鱼海岸文化艺术公园，随着展示犹如珠玑的作品，逐渐成为众多游客和偶来人经常光顾的名胜。在秀丽的海岸景致和艺术相和谐的青林小沙丁鱼海岸，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件有趣的作品，用济州石板制作的25号作品《休息一下吧》，是让人联想到等高线的造型长椅。为了让更多的人相对而坐而改造成新型的独特设计，令人感到敬佩。休息一下吧这一作品名是暂时休息一会儿再走吧的济州方言，是既能学习济州方言又能休息的一件双雕的艺术作品。